好，我们欢迎中华队回家，也带您来回顾这一次的十二强赛事呢。中华队总共上演了八个第一次，上演大惊喜。台湾棒球终于成为世界第一，队员挂上金牌，捧着冠军奖杯，这不仅是场胜利，更为台湾棒球历史写下新篇章。最近这二十年吧，就日本开始在国际赛这边，征召他们的所谓职业球员，或者是说他们在把国家队变成公司化，变成所谓的日本武士队之后，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赢过了。所以我觉得，不论是说这一次能够击败日本，或者是说这一次能够拿到算是世界顶级比赛的冠军，对于台湾棒球来说，我觉得要讲可以讲说是超越92年巴塞罗那奥运银牌的等级了。中华队以惊人4-0战绩成功夺冠，终结日本队27连胜，不仅展现强大实力，更创下多项历史纪录。这是中华队第一次打进12强赛冠军战，对战全职业日本队完成首胜，在国际三大赛、奥运经典赛12强赛首度拿下冠军，以及国际赛首次完封古巴队，等了21年，更打败强敌美国，每场表现都超出外界预期。最厉害的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在现在的这种一级国际赛事拿到冠军哦。那之前曾经拿过这个，包括 U21或者是世界大学棒球运动会的这个金牌，但是真正的成棒不分年龄层级的，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拿到冠军，所以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打破外界不看好的声音，平均年龄仅24.5岁的中华队一路过关斩将，是12强赛中最年轻的队伍。根据世界棒垒球总会统计，日本队平均年龄25.2岁，委内瑞拉26.3岁，美国27.5岁。而中华队这批新生代国家队好手有14位球员是首次参加一级国际赛事，却在赛场上有成熟表现。可能感觉说，这一次的球员新度啊、星光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但是其实我觉得年轻球员有年轻球员的好处啦，就是有拼劲嘛，就像之前的魏全龙一样，那魏全龙也是刚复活的球队，但是他在第3年就拿下总冠军。其实我觉得年轻，然后球员的融合啊，球员的彼此的沟通，这个跟拼劲，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这批小将非常的心理素质非常的强，然后呢，每个人可以非常积极的去表现自己。我想这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优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光就比赛的感觉来说，看到转播画面的感觉来说，我觉得他们多了一些享受比赛氛围的那个，就是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在国际赛场上也是很重要。台湾棒球队以最年轻打进冠军赛，王牌先发投手林日明被认为功不可没，主投4局无失分。他是中华队中年纪最小，2003年出生，年仅21岁，来自台东，从小就对棒球充满热忱，一路从新生国小、新生国中、古堡家商到美国小联盟，效力亚利桑那响尾蛇队，今年更升上3A，明年是否会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舞台，令人期待。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吧。然后这加上也是我第一次的成人棒比赛，世界比赛，应该是会更好吧。然后对自己的信心也会更高。其实林玉明对棒球非常有想法、有逻辑，而且其实很有礼貌的小孩，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场上，特别是这些年轻球员，我觉得他们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以前可能真的是在仰望那些世界顶级的球员，可是他们现在是真的已经可以跟世界顶级的球员在同一个水准上面，而且他们也不怕去面对这些挑战。中华队面对强敌日本毫不畏惧，过去以学习者的姿态仰望世界顶级选手，但如今逆势成为黑马，这并非幸运或侥幸。完整的教练团配置、明确的角色定位和充分的事前情搜都是关键。曾豪居总教练的调度表面上看起来4平8稳，但是我想背后一定有非常多的精密的计算，或者是已经安排好的一些剧本，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去防守，资料已经很多，然后让他可以去运筹帷幄。击退棒球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这场胜利提升了台湾棒球在国际间的地位，也让无数球迷再一次为台湾感到骄傲。 TVBS 新闻黄冠伟、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赛前被看好夺冠的日本最终是银牌坐收。日本队在这一次十二强赛一路连赢八场，唯一输的一场呢，就是在冠军赛输给了中华队。因此，日本队的监督井端弘和他赛后也表示会一肩扛下输球的责任。而针对他这场比赛的调度呢，球迷则是看法两极。台湾队英雄冲向东京巨蛋中央庆祝夺冠喜悦，主场的日本队则是表情凝重，没有一丝笑容。就是这一刻让台湾迈向历史性的胜利，日本王牌投手互相相争，接连被林家正和陈杰宪敲出全垒打，台湾队抢先取得四分后，日本队却一路挂蛋，直到比赛结束。你帮我那个跟陈杰宪说一下，我手套站住了，练投手。比赛后，台湾投手江国豪开玩笑要把手套借给日本队外野手陈吉良借，因为对方曾夸口如果输给台湾要改当投手。他甚至用这段话断定日本必胜。未来で言ったら、今日の夜の12時ぐらいから来たんですけど、もう答え言っていいですか？優勝してます。優勝おめでとう。それではいきます。成功！最后却是预言失败。日本这一输不仅中断国际赛27连胜，还是继15年前 W 这种一级国际赛事拿到冠军哦。那之前曾经拿过这个包括 U21 或者是世界大学棒球运动会的这个金牌，但是真正的成棒不分年龄层级的，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拿到冠军，所以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打破外界不看好的声音，平均年龄仅24.5岁的中华队一路过关斩将，是十二强赛中最年轻的队伍。根据世界棒垒球总会统计，日本队平均年龄25.2岁，委内瑞拉26.3岁，美国27.5岁。而中华队这批新生代国家队好手，有14位球员是首次参加一级国际赛事，却在赛场上有成熟表现。可能感觉说，这一次的球员新度啊、星光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但是其实我觉得年轻球员有年轻球员的好处啦，就是有拼劲嘛，就像之前的魏全一样，魏全龙一样，他魏全龙也是刚复活的球队，但是他在13年就拿下总冠军。其实我觉得年轻，然后球员的融合啊，球员的彼此的沟通，这个跟拼劲，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这批小将非常的心理素质非常的强，然后呢，每个人可以非常积极的去表现自己。我想这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优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光就比赛的感觉来说，看到转播画面的感觉来说，我觉得他们多了一些享受比赛氛围的那个，就是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在国际赛场上也是很重要。台湾棒球队以最年轻打进冠军赛，王牌先发投手林日明被认为功不可没，主投4局无失分。他是中华队中年纪最小，2003年出生，年仅21岁，来自台东，从小就对棒球充满热忱，一路从新生国小、新生国中、古堡家商到美国小联盟，效力亚利桑那响尾蛇队，今年更升上3A，明年是否会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舞台，令人期待。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吧。然后再加上这是我第一次的成人棒比赛，世界比赛，应该是会更好吧。然后对自己的信心也会更高。其实林玉明对棒球非常有想法、有逻辑，而且其实很有礼貌的小孩，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场上，特别是这些年轻球员，我觉得他们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以前可能真的是在仰望那些世界顶级的球员，可是他们现在是真的已经可以跟世界顶级的球员在同一个水准上面，而且他们也不怕去面对这些挑战。中华队面对强敌日本毫不畏惧，过去以学习者的姿态仰望世界顶级选手，但如今逆势成为黑马，这并非幸运或侥幸。完整的教练团配置、明确的角色定位和充分的事前情搜都是关键。曾豪居总教练的调度表面上看起来四平八稳，但是我想背后一定有非常多的精密的计算，或者是已经安排好的一些剧本，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去防守，资料已经很多，然后让他可以去运筹帷幄。击退棒球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这场胜利提升了台湾棒球在国际间的地位，也让无数球迷再次为台湾感到骄傲。 TVBS 新闻黄冠伟、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赛前被看好夺冠的日本最终是银牌坐收。日本队在这一次十二强赛一路连赢八场，唯一输的一场呢，就是在冠军赛输给了中华队。因此，日本队的监督井端弘和他赛后也表示会一肩扛下输球的责任。而针对他这场比赛的调度呢，球迷则是看法两极。台湾队英雄冲向东京巨蛋中央庆祝夺冠喜悦，主场的日本队则是表情凝重，没有一丝笑容。就是这一刻让台湾迈向历史性的胜利，日本王牌投手互相相争，接连被林家正和陈杰宪敲出全垒打，台湾队抢先取得四分后，日本队却一路挂蛋，直到比赛结束。你帮我那个跟陈杰宪说一下，我手套站住了，练投手。比赛后，台湾投手江国豪开玩笑要把手套借给日本队外野手陈吉良借，因为对方曾夸口如果输给台湾要改当投手，他甚至用这段话断定日本必胜。未来で言ったら、今日の夜の12時ぐらいから来たんですけど、もう答え言っていいですか？優勝してます。優勝おめでとう。それではいきます。成功！最后却是预言失败，日本这一输不仅中断国际赛27连胜，还是继15年前 WBC 被南韩完封以来，相隔5739天再一次拿不到分。另外三大赛中单场只有4支安打，也是日本自2017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強すぎて、もうすごい素晴らしい。日本はもっと頑張らないと、あと応援ももっと頑張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なって。台湾おめでとう。赛后，日本球迷甘拜下风，大方恭喜台湾。不过，网上还是骂声一片，点名总教练最该为日本输球负起责任。日本の野球の中のトップの選手が来るわけですから、あくまでも持ってる力を発揮してもらえ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しね。社群平台开始出现要求日本队监督井端弘和辞职的关键字，认为决赛当晚根本没安排好投手和打击的顺序，尤其当主投互相状况开始变差时，又不找人替代，认为井端弘和的调度大有问题。其实每一队的先发投手，他的责任局数大概都是4局到5局，就差不多到了一个极限。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短期赛事的特性，因为短期赛事它的张力高，它并不是像职棒的例行赛赛事一样，你可以一个投手推到6、7局可以慢慢调整。专业球评认为，这种短期高强度赛事投手的调度和例行赛大不相同，更别说当时互相相争碰上的可是状况超好的台湾队长陈杰宪。尤其是在你在林家，其实在对日本队来讲，你在被林家正击出全垒打之后，在被上了两个垒包之后，他遇到这一次打击状况最好的陈杰宪，而且又是左打，那你这个时候还让互相强生留在球场上来对付陈杰宪，而他忽略了他的牛棚其实还有两个左投，一个是林木昭泰，一个是羽田之一郎。没有采取左投对决，左打的调度似乎有检讨空间。另外台日间还有这项差异，台湾选手国光奖金每人就能拿700万元，而日本在上次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夺冠后，每人只能拿600万日元，约台币126万，却又被要求只能赢不能输，压力可想而知。就是会变成一个无形的压力，所以变成说让原本实力80分的日本队，这一次可能在冠军战只表现出75分的实力。另外就是说，日本队几次的比较有效的打击，其实刚好都被台湾的防守守下来了。那这一场也是说，台湾的守备其实这一场也帮了相当多的忙。摊开过往赛事记录，台湾排名都不算前面，从2013年的第8名到2017年的第14名，去年经典赛也只排名第17，加上日本这届赛事以8连胜之姿挺进冠军赛，而台湾则是将实力放到最后完美发挥，让日本意外吞下败仗。当然这次比赛我获得胜利，这只是我们靠近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实力还是非常的一个非常强。但这次冠军我觉得不能满足，应该是说我们还是从明天开始，我们每一天充实好自己，准备好自己，我们把自己做好，然后迎向国际的舞台。
台湾最早从1906年开始成立第一支棒球队，中间历经起起伏伏，至今才夺下史上第一座城棒世界赛冠军，胜利喜悦也像注入强心针，重新唤醒全台湾人的棒球魂。李新文综合报道。您相信吗？这一次中华队阵容里呢，有14位呢是一级国际赛事的新手，他们甚至被怀疑怎么会入选，后来有非常多的球迷向他们致歉。而总教练曾豪居带领的教练团，从精准的调度、稳定的牛棚，非常多处理细节，都成就了通往冠军的路。深远的二垒安打送回队友跑回一分。曾颂恩在11月23号对日本3局上大棒出击 ，Team Taiwan 破蛋后攻势不断。6局上，小黑邱志成一个强劲安打，球穿出一垒防线，两打点安打进账。9局上，林安可、杨春炮再要一分。这一场冠军战前戏被称为消化适合的台日大战，让球迷看到中华队就算落后，但是有了缠斗追击能力。而要分的还都是第一次登上一级国际赛的新鲜人。初生之犊不畏虎，刷新了球迷对中华队的印象。我们常常说啊，你练球练100次啊，不如场的一个实战，却也可以看得出这些年轻人的一个成长。这次中华队28人名单有至少一半选手都是一级国际赛初体验，包含拿下 MVP 的台湾队长陈杰宪，还有这次有10支安打的潘杰凯也都是。经过了这次冠军，我相信我们就是能够跟世界好好去对抗。然后也经过这次的冠军，我们让世界然后看见台湾。为什么年轻选手们能在国际赛有好表现？或许是和近年中职环境转变有关。中职变成6个队的规模，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他们的技术水准也一直在提高。其实防守的进步才是让中华队在这次比赛能够创下佳绩，而且整个比赛的稳定度、安定度跟给球迷的信心度都不一样，我觉得守备方面的进步是最大的原因。其中中职在近年引进了许多日本教练，包含中信兄弟总教练平野惠一，还有台钢雄鹰也曾经请来日本队教头井端宏和，还有吉见一起来担任客座教练。これからたくさんのことを学んでいく選手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やっぱり。ピッチャーでいうとバッターを抑えることが仕事になってくるの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でマウンドに上がる。那日本的棒球本来就是比较重防守，他们对防守的要求细腻的程度的要求是很高的。那我觉得中职现在球队陆续有引进日本教练，那也带来一些日本职棒、一些日本棒球的观念，应该也是让整个台湾选手现在在守备方面的稳定度增长。进步很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台钢的投手陈柏青才是职棒1年级生，就在12强舞台上了震撼一课，在东京巨蛋场边也和吉见教练相见欢，大赛的洗礼都希望能够成为年轻选手的养分。我们以前没有搬到这些年轻的选手们搬到，就看着就是非常开心，很感动。还有阵容华丽的教练团，包含王建民、恰恰彭振敏、高志刚、张建明等人的经验传承，过去仰望的高墙变成有征服的可能。被誉为神带兵的总教练曾豪居，激动之余回归现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世界强权，也是世界第一。当我们今天赢他，我们只是靠近他们一步。不过另一方面，日本队在这一次其实也有多达11位是初登国际赛的新面孔，包含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主力先发北山宣基。アマチュア時代からプロを目指すにあたって、まあサムライジャパン、ナショナルチーム、国の代表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は一つの目標として見てた部分なので、それが今回まず一つ叶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し、過去の自分に。報告してあげたいなと思うところが。是日本武士的心血，满腔冲劲。对于这一次同样经历征召不顺的日本队来说，也是机会。若い選手がどんどん出てきた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は、長くね日本の野球が、
強くあり続けるには必要なことなので、この初選手を含めた若い選手に、期待をしたいなとは思ってます。像是日本队的轻功信太郎、陈吉良介都是国际赛初体验的新手，关键时刻上垒都能看到日本国家队的新旧磨合进行中。这一回中华队新兵立功，拼出冠军，证明有和国际接轨的实力，也希望未来还有更多冠军。TVBS 新闻综合报道。是由 TVBS 联合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佳露，带您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快上 Podcast 搜寻新闻幕后。